西太虾。今天大虾不一样，带鱼子的。再次来一只黑虎虾啊，这个有点小啊，不对，这个皮鱼虾整的有点太小了。这个老板给我发了两只，感觉这次有点上当了。
然后他说里面有没有干随机发，看看里面啊，如果有干的话还挺肥，这两只花了那个55块钱，这个应该算膏哈，有鱼籽儿，有虾籽儿，看这只，这个别看小，腰斩。这是超大太香鱼籽双拼啊，刺身小甜虾，
别鲜嫩。麻油虎虾，那天吃的麻油虾没吃够，今天再吃一次。小虾，红毛虾，啊，这个脑子真好。香味
使劲了，快太硬了。这个也甜甜的，萌香。